你忙你的，别太在意。要是你真有什么事儿，让你心烦的话，记得告诉我，我能帮我就帮。哎，你今天那个动作还做得了吗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 走吧，先过去吧。翁主任，您的文件。 你确定是他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回头再联系你。吃饭就别看手机了，好不容易回家一次。 不跟你妈妈说说话，对吗？嗯，刚想问你了。嗯，发布会之后那事儿怎么处理的？当时请那么多媒体，就是想发通稿的，结果那信臣的一闹，不但不敢宣传了，又花了一笔公关费，才把这事给压下去。陈平真是的。那是因为他咽不下这口气儿啊。 对了嘛，嗯，发布会上，你跟董宁叔说了什么了呀？没说什么呀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随口问问。哦，那天发布会啊，我本来想结束以后去你那新买的房子看看的，结果这一闹我也没顾上。啊？哦。 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没什么好看的吧。这样吧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，完了我也顺便跟过去再看看。不用，啊，我那儿特别乱。妈，真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一会儿我让保洁一块儿过去，跟你收拾收拾。 阿姨连我们家都收拾不明白，还给我收拾，到时候收拾收拾的，我东西都找不着。我怎么觉得你不想让我过去啊？主要是我现在跟董秘书住一块儿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最近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你！现在年轻人也真是的。这样吧，
你回去跟他商量商量，找个时间我去拜访一下。嗯，这不太方便吧？吃饭，定了时间告诉我。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卖房了，所以我信口胡诌一下说咱俩同居了，那我也没想到我妈会顺杆儿拍啊。大明白，就帮我一次，就这么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张希达，我觉得咱俩有必要好好谈一谈。 你说，如果我爱上了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、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、经济上也很独立的女人，我是不是注定是场悲剧？这种女人对你没有任何诉求，所以她可以是你的脸面。 也可以让你随时滚蛋。这问题该怎么解决？就像是一个陷阱，从你们俩好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陷入了一个高强度、高压的情感关系中。除非你变得更强，否则他肯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，而你就会越陷越深。 越晚分开失去越多，因为一切根本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张希达，有人找你。 哎，来了！爸爸。
这个是怎么？啊，这个字念抢，谁都不会把你抢走。采血，你们谁先来？爸爸为什么要采血？因为，因为我们要检查一下悠悠的身体啊，看看你最近吃的好不好，还是你身体里有没有缺什么东西。哦，走吧。悠悠。要不这样，我带悠悠先到旁边玩，你跟主任聊会儿。来，悠悠。董主任，真对不起，耽误您宝贵时间了。其实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，但是我越想的多，就越不敢来做。我知道这个事儿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到我心里，越不拔出来，我就越难受。但是我就怕真的把它拔出来了，我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。其实这个鉴定，您做不做？都是您的个人选择，我们尊重。很多夫妻觉得亲子鉴定是婚姻的粉碎时，一旦做了，就像伤口被撕开，会留下疤痕，永远不会愈合一样。但是其实幸福的家庭是不会想要做亲子鉴定的。从夫妻开始互相怀疑想要做鉴定开始，这段关系就没有办法愈合了。我懂。其实，在这段错误的关系里面，最无辜的就是孩子了。你带悠悠走吧。行，那我就送到这儿。大哥，我最后给你一句劝：如果这事儿真闹到法院了，即使你不做亲子鉴定，你也一定要给自己做好准备啊！不只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悠悠。你是？我是叶舒婷的丈夫。那天发布会上，你应该见过我。哦，那个叶舒婷她今天请假了。她请假跟我找你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来，想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吧？我知道。那天在会上，我听见了。哦不，我听见了一部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比较复杂。其实不复杂，无非就是你离异了，不管是因为他叶舒婷离的，还是因为你们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，反正是离了。是你比我有钱，是他的上司，但是这就能成为你们在一起的理由吗？我们的婚姻还在存续期呢。我想知道，你们俩除了老公老婆的称呼之外，也睡了吧？你听我解释啊。你不用解释，你就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我们离婚后，你们俩会结婚吗？如果条件允许，会吧。我也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，我会带他出国，这样就会把这件事情的伤害和影响降到最低。不管是对他、对你、对我自己，当然还有孩子。
说实话，我并不关心你跟他是玩一玩还是真的要结婚，那是你们俩的事儿。我最担心的是孩子，我跟他打离婚官司最大的分歧也就是在悠悠身上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孩子真判给了叶舒婷，我希望你能尽你所能的对孩子好，毕竟他是受害者，是最无辜的。我懂，你放心，我会尽我的全力。我知道我不是每件事做的都是对的，但在孩子这件事情上，请你相信我是一个好人。这件事你是我可以承诺的，对不起。我希望你是个好人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找我干嘛？我也不想来找你啊。但陈平他邀请我们一起去野营。不去。他们家那么多事情没有解决，有心情去野营吗？陈平找到叶舒婷出轨的证据了，但后来他去跟洪总聊了一次，就撤诉了。那悠悠呢？悠悠啊，悠悠他妈拿到悠悠的抚养权，听说是要出国去了，所以陈平才说，在他们出去之前，邀请我们一起去野营。悠悠指明要你去的，他好像很喜欢你。宝贝，来，让西达哥哥给咱俩拍个照。
说，你可以因为别人家的事情感动流泪，说明你的心不是铁做的。但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冷漠呢？算是分手也给彼此留点尊严，但你一定要逼我说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上次就跟你说过，你太幼稚了，我受不了，而且我受不了你家人。我在单亲家庭长大，我们的成长环境差距太大了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不到吗？我跟你在一起每天都不开心，所以趁着现在感情不深，我觉得分开对彼此都好。感情不深，你的意思是，我至始至终都没有走进你心里，是吗？等于说，对感情可真是收放自如。是啊，你对我的感情不深，那我呢？你要我怎么办？那是你的事儿。行，你说你受不了我家人。家人怎么着了？怎么着你了？你说我幼稚，句句在理。我确实幼稚，我就是幼稚。但至少我努力了，我为我们的感情我努力过了，我付出了。你这段感情你努力过吗？我现在真的好累，真的累了。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最后再说一句。把手放开。我就这么放弃了，这就是真实的我，你现在看到了吧？受不了是吧？受不了你就走啊。怎么是你呀、啊？怎么突然回来也不吱一声啊？大清早吓死我！是你把我吓死才对了。那你回来干嘛呀？妈，我要相亲。马立勋，你在哪儿？我在你家楼上。
林叔，你还是来了，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，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没有你，我像行尸走肉一般的活在这个世界，我热爱的，我追求的，我的过去，我的，我没有未来。 玛丽君，你戏演的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不爱我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你觉得我是个，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即使我死了，我也依然爱着你。你如果想跳，回你自己家跳去。英叔，其实我昨天还兴高采烈给诺欣的新所剪彩，你的行为逻辑确实不像今天能孤注一掷往下跳的人。 行，不信你就看着。宁叔，你怎么这么倔强？你辜负了我对你的爱。宁叔，你回来吧，我求你了，我的生活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你如果说人话，咱俩还有的聊。你说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你这个女人，什么都就是太清醒了。我说，我全说。其实诺欣的这次投资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这个是咱们最近的一个财务情况，前期呢摊子铺的太大了，所以资金吃的有点紧，还是希望您能再注资一些。 说实话，我关注到亲子鉴定行业都是因为前段时间毕倩的案子。那个当妈的太强了。哦，您说的是毕倩啊？这个女人我也接触过。哎，当时她找我还是我推荐她去找董宁叔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听你说我这句，我知道你们是朋友才投的你。可是你现在呢？给我的报表非常难看，李哥。 这个您得再听我解释一下，短期内呢，打住！我不想听。你们行业我是外行，你说再多我也不懂。我不懂，你就能骗我？我说没错吧？李哥，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吧？我做投资这么多年，知道每一行能赚钱的，都是有投资资源公司，而那个董宁叔就是投资资源，所以。 我不管你们是真的好过，还是和我吹的，千真万确。现在让我追加投资，我条件只有一个，让那个董鉴定师来落信。成了的话，咱们就接着往下聊。说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林叔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。现在诺信全空了，如果他现在撤资。 我就彻底全完蛋了。什么叫诺信全空了？你们之前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？本来是情场失意，小赌怡吧。谁成想越玩越大，我现在外边欠了很多钱。但是宁叔，你相信我这一次，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渡过去了，我以后说什么都不赌了。还有，还有你的薪资待遇。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，如果账面上的钱不够，我想办法再给你凑。宁叔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你绝不会看我就这么废掉的，对吗？咱们重新开始吧。你回来，诺欣，我把我的位子让给你，我给你做副手。来，李哥。 我介绍一下，这是董宁叔，宁叔，这是咱们诺欣的投资人李哥。您是董鉴定师？你好，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。坐坐坐，坐下聊。坐坐坐坐坐。服务员，酒水单。宁叔，你先点着啊。嗯、我先接个电话，你们先聊着。行，马上回来。 我以为姓马的只会打嘴炮，哼，没想到他还真把你给请来了。哎，董主任，
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洛星啊？我是不会去诺星的。什么？我说我不会去诺星。那你今天来是玩我吗？我今天来是要提醒您，诺星的账有问题。放心放心，只要董宁叔来了诺星，您这点钱根本不成问题。对对对，我正在抓紧办，跟哥几个说再容我几天。好，哎，李哥，宁叔的人呢？他临时有事儿先走了。那你们刚才聊得怎么样？挺好啊，他说随时可以入职。太好了太好了，李哥，那您看咱这个投资没问题。太棒了。哎，小马，你最近不出差吧？如果最近不走，那我钱到账了就给打过去。不出差不出差，李哥您随时吩咐。好。张希达，你今天是要去卖花？我去相亲。鬼呀，还是抓小三儿？别让开！你难得早来一趟，就碰到这么近。走不了，让开！不能走，不能走！怎么回事？不能走！别拦着我们！都别吵了。这个是我们鉴定中心的董主任，有什么事儿找他吧。你们两个准备采样吧。我们不会做的。不可能，明天我们就登记结婚，我们不是亲兄妹。有情人终成兄妹啊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那是怎么着？你们两个做好决定再来找我。我们认识两年，所有人都说我们长得有夫妻相，我们喜欢听的小众音乐居然都是同一个歌手。我们都喜欢白色，对海鲜过敏，左撇子，红绿色盲，我们觉得彼此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几十亿人，能遇到这么契合的另一半有多难吗？就因为我们的相似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医院的试管婴儿，就非得说我们是亲兄妹。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，如果能够顺顺利利的结婚生子，这也是我们的希望。这样，不好意思，我插句嘴，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你们的怀疑的话，确实有点牵强。我们两老伴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，那个时候试管婴儿技术才刚兴起，我们俩就都去了同一家医院做试管婴儿，所以当我们发现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做的试管，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，我心里老觉得不对劲儿，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。医生说的确有可能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捐精。但这种问题你其实是可以去找当年那间医院调取病例来验证一下嘛，对吧？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，很多资料都销毁了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，才逼着这俩孩子过来做亲子鉴定。那我觉得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。
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。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，让我们怎么面对啊？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，我想死的心都有了。那你们打算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下去吗？如果你们今天不做这个鉴定，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！